今年的暑假好剧一部接着一部，给我们的暑假增添了许多欢乐。是不是很多人都看过杨紫和邓伦主演的《香蜜》？该剧自播出以来，播放量一路飙升，得到了无数观众的喜欢。但是里面有一些搞笑的穿帮镜头，今天小编跟大家聊一聊，看看你发现了没有呢？穿帮镜头一，旭凤受伤了，锦觅非常心疼。这时请大家注意，旭凤的身上有布缠着，为了防止漏点，邓伦的胸部也被裹起来了。可是切换到下一个镜头时，邓伦上半身的布竟然不见了，哈哈，真是粉丝的福利啊，这身上的肌肉太霸气了。穿帮镜头二，穗禾郡主骑着马时，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她耳朵上的耳坠，可是下一秒就不见了，哈哈，这技术太牛了。穿帮镜头三，这本来抱着的是刘英，两人非常深情的看着对方，心动的感觉啊，怎么能抱着一个男人呢，哈哈，简直笑得肚子疼啊。该剧已经播完了，邓伦和杨紫都发微博表示不舍，你们还希望有下一部吗？欢迎大家留言哟。